终于发现雪地极地服了，四周年更新的特训岛，新版特训岛真的有极地服，并且是雪地极地服。我也是看到一个视频，视频里面捡到了雪地极地服，现在看一下原视频。我终于找到了新版特训岛的四件极地服位置，快带你的队友来看。第一件海岛极地服位置还是在原来的集装箱上面，第二件需要先过来搭乘跳伞机起飞后往小鸡山的山顶方向飞，这件丛林极地服就在小鸡山的最高处。第三件沙漠极地服位置在特训岛的左下角，也就是标点的位置。第四件雪地极地服我也是花了一个通宵才找到，位置就在风车小屋旁边的石头里，学会的小伙伴就快去试试吧。从视频里面看到在这个风车旁边，但是不可以进去，想必很多人都没有绿洲世界，虽然没有但是可以卡进去。首先拿到狮子靶场，然后往前面走，来到这个角落点击跳跃，这样就可以卡进去。下面拿到原视频的位置，在风车旁边有一个石头。哦对了，你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战神玩家才能关注我，不信你可以试一下。搜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极地服，难道说是我没有对住世界吗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